而已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嗯，哎师傅，这是我刚贴的砖，最好不要在上面踩，要不很容易踩空的。哦。师弟，你以为师傅能蹦过来，你就能蹦过来吧？你会想自己还不到1.4米的个子，关键是你人打倒都不要紧，你看你把业主买的片花砖都踩破了，看现在这样搞，少说风凉话，快想现在先难搞啊！师弟，你搞什么话？我放首歌缓解下气氛。哎呀，你的水平蛮高级啊，还能放歌哎！但我可以跟自己买过。师傅，我刚才意思说是跟你买一个。行了，师傅，这你全部交给我处理就可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师傅，你看一下，现在应该知道哪个徒弟值得重点培养了吧？